新闻网12月20日讯，记者张立伟。由13年麻花功勋演员黄才伦和某女郎张慧雯主演的奇幻喜剧《日不落酒店》曝光主题曲《腾格尔》版《日不落》，作为神曲制造机的腾格尔，本次惊喜入住日不落酒店，更有热腾腾的魔性舞步化学反应。腾格尔翻唱日不落爆年度神曲《腾格尔》，就是传说中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的本大爷《隐形的翅膀》之后，再度推出翻唱歌曲蔡依林《日不落》，更成为奇幻喜剧电影《日不落酒店》的同名主题曲，有望在成年度又一神曲佳作。曾盛赞扬超越唱出了钢铁精髓的腾格尔，此次翻唱《日不落》，人声直接唱出电音效果。曾经有喜欢腾格尔的网友戏称，张韶涵《隐形的翅膀》唱出了少女的无助和希望成长，而腾格尔老师唱出了草原上的苍鹰吃饱了虾飞的感觉。同步推出 MV， 腾格尔更是首次献舞，热辣害爆的节奏，抖音年度魔性舞步就此产生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。无比熟悉的有关爱情的终极表达，带着草原的热度与铁嗓的质感，腾格尔版日不落不是苍鹰遛弯，而是苍龙是岸，都在天上飞，那效果绝对是截然不同的。据悉，在奇幻喜剧《日不落酒店》片中，腾格尔老师也携神曲以非同一般的形式亮相，无疑更是一种无法拒绝的诱惑。腾格尔《日不落》MV 里热腾腾，此次奇幻喜剧《日不落酒店》力邀腾格尔翻唱《日不落》，台新麻花多名实力派演员联袂参演，足可见诚意十足。特别出演的沈腾，作为内地电影急速飞升的喜剧代表之一，实力担当有口皆碑。翻唱神曲数次微博霸榜的腾格尔老师，他的音乐自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魔力，只要看着他就想跟着律动哼唱。在创造出著名神曲《隐形的翅膀》后，本次腾格尔重磅推出新翻唱神曲《日不落》，再为大年初一添上一把火。腾格尔还将在即将发布的《日不落》MV 中与多位影片主演一起惊喜亮相，令人无限期待。奇幻喜剧电影《日不落酒店》由华文丰泽北京影业有限公司、杭州云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重庆电影集团有限公司、上海美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百福影业天津有限公司、浙江玉透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。影片由岳小军监制，冯一平、刘俊萌、郝新月编剧并执导，开心麻花的功勋演员黄才伦和某女郎张慧雯主演，沈腾特别出演。影片主题曲《腾格尔版日不落》则由集韵文化旗下厂牌乐尔音乐制作。伏猪之年即将来临，腾格尔、沈腾热腾腾春节档闹新春，奇幻喜剧《日不落酒店》大年初一叫不打烊提示。